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嘉宏。那么今天这盘棋是在野狐六段的对局。那这盘我是拿白的，一开始双方都下新小目之后，他走下挂管，那我是踢完一跳啊。那么他是低拆三，接下去左上小飞啊去挂他的小目。这边他很有可能会夹攻了。哎呦，他是选择小尖哦。感觉方向上。 他往这边走，感觉意识比较小，因为我左下是算是蛮厚的嘛，所以我这边也就简单拆一拆二，应该才还可以。哦，原来他是要直接逼过来，嗯，看来他是要发展左边，但是我这棋呢，这种形状被直接逼住，好像点入还是不成立啊。跟脱退不一样，脱退如果黑棋粘住的话，那马上就有点了。那这边我应该还可以继续脱先，只是说他后续这一手封住，还算有蛮有价值吧。但我还是可以脱先的。 我先右上挂好了，这手封住的话，哦，我可能再补一下。哦，然后另外他这边飞压完再长也是蛮大，反正就是去扩张整体扩张它的左边就是。嗯，不过应该也还好吧，都是。四。都是一盘棋啊，都是正常的手段而已。右上拖完搬入啊、呃。 那么打吃完粘，哎，他是冲下去了，那我就断吧。断完吃，然后立下。这边他打吃的话，我考虑要不要粘出来哦。他这边，这边我是有子力的、啊、我如果粘出来战斗，感觉是还行。如果不走，然后被他补一手，其实他也相当厚啊。八七，我感觉可以粘出来，就直接跟他来了。这么来跳一个啊，他就拆二。 拆日的话，因为的我这边如果被他跳一手，直接夹是夹不死，但是如果被跳了，跳完长的话，我起心不太好，所以应该要往这边走。但是走在哪也是一个问题。嗯，感觉想要跳一个啊，他如果，哎、欸，他顶感觉烧俗，我，感觉是不是先靠什么的？顶这一手感觉烧俗啊，有点帮我加厚的感觉，给凹了啊。 加厚了啊！他是要连扳是不是、啊？哎呀，还是退了。那我就再压这个，虽然有点车后推的感觉，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就要来地脚了。再不走，被他挂角就相当大。那这一块我们应该还好了。中间的路是蛮广的，应该不是不不太会怕、啊、怕他攻击啊。这一手，哦，他马上就补住了。 不要靠他，要不要靠他一下？靠他一个，会不会有点挑衅呢？六 <laughs>，啊，四、三、二，这感觉算了，好像不是很大。我想要往这边再加强一下，靠他，如我就搬一下，然后拖弦我断这个也很小吧。不过我刚刚随手这一手就走了，我觉得好像也不见得是好的选点。我刚刚没有太多时间考虑。 9, 不一定好啊。七六，不过既然走了，那也就继续继续走。嗯，这种跳好像也怪怪的。这边有个刺啊。哎呀，骑行上还是怪怪的。只是刚,刚这边也确实有点，不知道怎么下是最好。可能往，9, 可能刚刚不要站在这个位置，是不是往这个位置走一手就就还可以啊？这边的骑行看起来有点鸟。我刚才加。 这边再加强一首，会不会有点重复啊？好像又都重都重复了。七六，哎，这棋下的是有点无聊、啊。三二一，哎，掉一次，这一次掉了是有点亏。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跟胜负有关的因素啊。九，这个东西点刺我，如果就粘它飞下。 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还是飞手好了，加强一下。总觉得这块好像还还是薄薄的，加强一下。那中间它虽然压了，但是这搬是不太痛哦、喔。才才说不太痛，那就搬过来了。他可能觉得大。那我中间这里至少有一眼。哎呦，搬一下脱先哦、喔，他再回去靠住。嗯。 套住，那我就顶吧。这到底要不要走一手？哎、欸，我这边能不能刺他一下？这一下转吗？好像也不见得。这我这一手我补不补？如果我就挡下面让他冲过，虎上来，好像也还好哈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他刚这边搬了一下，让我突然很想打了，因为这一打我就巨厚这边如果被他尝到的话，其实我还得靠这种贴啊，再再跑出去。 那我这么一打完，那再压过去反而就调子不错，因为眼眼位是充足的。如果我本来自己跳一个，那很无聊。那他这么走，那他这边反正也厚嘛，那我现在弃这一颗就觉得还好。哦，差不多有这种感觉。哎、欸，他是长过去哦，因为我以为他，哎、欸，他可能也觉得割断没意思吧，被我唬出来。那你不割断，那我再粘回来咯。他这一块是不是就还得跑啊？哦 对啊，不不跑了，老表关进去，里面能活也很亏吧？嗯，这个被虎还是不舒服。九八七，这就走吧。他双的话，我这个这个可以怎么弄？他这个七星，吃两个。冲的话，他有个贴的先手。七六，要不要冲冲他这个好吗？三。 一、嗯、啊，我去冲一下，感觉有点熟，但是我是想说，我如果单冲的话，它可以贴一下先手，然后再跳住。这样我里面是不是有被飞？好像还是怪怪的感觉。但我冲这一手好像也很熟啊。我想说，我现在冲的话，他应该不太想粘了，因为他现在粘话又被我冲出。但问题是就在于说，我现在要吃这两颗啊，吃这两颗，吃了很厚，但是好像是后手。 九也有点想肩冲啊，七六五四哦，现在肩冲感觉是一个好时机。他如果真的要粘两根，我们大不了再回来补而已。这个飞本身其实也不小，所以还 OK，当做两点剑合。那上面应该都 OK，都 OK。那他贴出我们就走轻吧，这边就轻消它就够了哦。夹，那我们就跳二、呃、虎吧。 诶，欸、其实我刚尝，应该也无不可。九八七，虎狼很有可能会打。诶，他是立下。再往里跳，再往里跳的话，这个好吗？感觉是还可以。再贴完，先手吃一下，再跳下去，好像还是相当大哈。哎呦，他是补在这个位置啊。这边要不要弄他一下？ 靠那一个，问一手。八七六五四三。问，贴他一下，戳一下总是不亏啊。因为我想说后续还有这种靠的一些奇奇形。当然他猴这个现现在猴这个也不一定是绝仙哦。这个要不要断他一下，考验他一下？九八七，感觉他是不会乖乖粘了。 但是还是可以断一下，本身目数不小，而且考验他一下啊！他是点刺出来了，点刺粘到这兒。九八是不是刚刚有点没必要、啊？<六>是不是自己连<五>连起来比较好？四三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粘住，它很有可能是要破出来了。这一块我们厚薄应该是还 OK 了哈。 啊，应该是还 OK，那主要是这一块了哈。那其实它点次这个有点亏啊，因为跟这边我靠段是有点关系。其实刚搞这一下，这两下有点没必要，是不是应该自己自己跳回来啊？哎，跳也跳也奇形怪怪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走。刚刚可能应该自己中间补一手。 靠靠过来哇，这样子就有点乱了啊，有越下越乱的感觉哇，这个有一点下了不不安稳了，不好的示范。但是其实我一直以来也是这个风格。呵七，这边里面的话我，我肩肯定先手。 这个我，我们看最熟的，煎完一虎回去也是活起，那应该基本上问题不大。三二，飞一下好了，他总不至于说弄断吧？我还可以罩住，我還可以打完罩住，总不可能虎断我。啊，他就走回去了，那我们真的输掉了。 这有没有好好一点的型、啊？哇，真的熟掉了！哎，我刚刚有一点这个硬要去便宜，真的是哎不好，别让这边穿破。其实我自己挺薄的，有点薄。这个厂也是先手，不过他补在这边，我目数应该没有便宜啊。呃，贴一下这便宜了。 三二，贴一下好了，随便了。只是然后他如果要灭眼，他要挤进来，然后我再补回去，一个心情而已，也也也没什么。九八啊，挂过来了。我怎么心理上还是有点想搞他这个？还是说这个不是很重要？八，好，先跳下去好了。哎，这一条还是怪怪的哈。 其实这期并不是说非常顺畅，因为先冲完那几下感觉有点便宜，但是后面有点没必要，就是去这两下有点没必要，弄了两下，弄了两下怪怪的啊，九八打掉好了，应该不亏。 啊，其实我刚刚这种小尖这个本身是亏的，因为我本来好像有二路二路透点，亏掉了。然后这一条龙其实一直心理上想搞那个东西，哎、欸，走这个靠、啊，想要借用，想要借用来攻我中间了。七，真的吗？能攻得到我中间吗？ 不然心理上还是很想反击的，挡回去当然也行啊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是不是应该？是不是应该老实挡回去？啊 <laughs>？好像我有时候我很喜欢下太积极的棋，但是不一定好，真的不一定好。哎、欸，心心情上很都常常很想反击。这边如果再跑的话，又走中了。 想我问一下有没有先手？7七六五四，这边跳一跳好了。如果能降落下来的话，能对能对眼型应该是很有帮助。他应该不会让我下来了。嗯，再往这边钻。啊，因为冲断的话跟他的龙连接有关系，所以他还是补了。这边的话有点想要靠断哦。 炮乱是一直都有、啊，只是说就不知道这首棋什么时候下会比较好。那现在我是想说，我反正也得处理这条，就随便下一下。退的话，那那我就留一个活棋在里面了。或者是顶完点也有这样的棋。 三、二、一，靠一个。哎，这好像都不太好。为了做活这条，好像都蛮亏的。这种靠好像也是有点亏。三、二、一，啊,啊，走一个。这好像都不是什么好棋啊。为了确保这条龙的一个安危，下了一些。 哎，下一些亏的棋哇，这边又亏进去了。下一些蛮亏的棋啊，这就是走的 9, 8, 走太薄了，然后就各处被检讨这样子。六，现在把这颗子拉回来。不过现在总算应该算是活了，因为这边基本上一个眼没问题，然后中间拐过来之后也有一一只眼。八，他总不可能两颗让我拔掉吧？六、五、四、三。 所以后面为什么会下来有点苦，主要在于我这边想要玩弄他一下，但是呢，没有玩弄到，被他整个破出来，我整个后薄就差非常多了。哦，这个是得九得要注意到的东西。哎呦，这个让我打，他还是重视这边连接，想要围起来，再反贴一下。哎呦，这样我这颗眼做的比较饱满。 这边是不是有一些靠断啊？哎、欸，这让我拖、啊。稍微看一下木数，哎、欸，其实木数我还是可以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这个靠它只有下班嘛？下班的话，那我再退回来。哎、欸，还是能连搬进去啊。 连搬进去，它打上面粘。九八，哎呦，好像是可以。六五四三二。啊,啊，算了算了，我就拉回来就好。我想主要是想着抢这个拖啊，这个拖太大了，这个拖实在太大了，大到一个不像话了。哎，这还留一个班给我。哇，他这个骑行上。哼。 下的是有点问题，这个有点想粘回来。八七六五，这个搬砖也相当巨大，还有夹的余味。哦，不过这个这个也是也是确实相当大。飞这个也不错吧，哈。 九，不过飞可能会落后手。七、六、五，想要走这个，这个应该也不错。这木数应该还是拉拉开来了、喔。啊，这个飞被他抢了，这是有点逆收的味道。九。 八、七、六、五，冲进去！三、二、一啊！算了算了，我挡这个好了。挡那个好像是有点小 <laughs>，我刚刚是不是应该冲进去啊？冲，其实好像没有后续手段了。吼一个！没有，主要想我挡住后续还有夹了哈，还是能收回一点。 搬砖。坐在这啊,啊，这个段确实也是大，哦，他直接投了，还是目数差距比较大了。好，那就等一下再跟大家稍微复盘一下。好，那么最后一起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刚才这盘棋。 那在一开始左上白棋挂过去的时候，黑棋选择这个小尖呢，呃，应该说是方向上是稍微比较不好，不如在上面做夹攻了。那、呃、因为白棋左下角这边有一个铁头出来嘛，那黑棋在左边去做发展的话，应该方向上会稍微差一点哦。不过这个算是比较小的问题了，不太说会影响到胜负什么的，都还太早。那在右上角这边呢，呃，黑棋实在是选择冲下去了。 哦，不过这边去后续做战斗的话，可以看出白棋这个粘出呢，由于这里是有一些接应的情况下，所以白棋粘出是比比较有利一点点的，所以也许黑棋这边可以考虑就简单的去粘住就可以了啊、哦。那粘呃粘住的变化可以再看一下，粘住的变化呢，就是可能粘一下或者局部要立一下，应该也可以吧。 哦，他这边是先在右边挂两下再回去立。好，那回到实战是白棋粘出来之后呢，这边黑棋是直接压出来。哦，刚刚我这边看过，决议他推荐的是黑棋也可以考虑小尖一个。那小尖的话呢，白棋就跳出，黑棋这边尖顶白棋的棋形，那白棋就先手挤一下，之后再长出，那黑棋也是拆出来。哦，这样子白棋后续可能就在跑中间。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白棋这边有颗子呢？对于这里的战斗是稍微有一些帮助，就是在于黑棋这一块棋啊，可能会受到白棋这边的牵制，是稍微有影响到的。那贴错变化当中呢，黑黑棋贴完之后，还是应该往中间跳了，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。可以看到这边黑棋走出一排呢，可能还是蛮不错的。那这边的话，白棋可能就尖完，然后这个这个就类似连回去吧，那去把上面这边黑棋也给压扁。那 后续黑棋应该就要去稍微活一下这块棋，哦，那白棋当然也是可以直接就整个连回去了。那后后续基本上白棋应该是能抢到先手，再来这边去做一个地角。哦，那黑棋直接拆耳上面白被白棋跳到这个棋形要点了，应该说白棋就还蛮不错。那黑棋这一手顶呢，好像也有点俗。哦，这边我刚才是忘记问一下决议啊，我觉得可以考虑直接靠还是什么的，不就这一下先不要顶吧。 哦，直直接先顶，好像棋形上高稍微熟一点。那这边决议推荐的是黑棋往这里飞哦，哦，一方面是走好上面这块棋，那另一方面就是从这边来去攻击白棋。那这边决议也没有立刻就去跑中间这块棋，而是有一点以攻代守的味道，就是说我先拆过来，让你这一块呢也不太活，那我们就大家一起跑。那后面的战斗看起来就蛮复杂了，黑棋要逃出。 那白棋也跟着在跑出，哦哇，这个靠也是蛮潇洒的，就是一个声东击西去做一个借用，那走，把自己这边的子力走多之后再去攻击这个中间白旗子块，看起来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战斗啊。那如果说白棋比较呃单纯一点，就直接走，那被黑棋拆到这的话，看出来黑棋这个借着攻击在右边收获是蛮多，那白棋有点跑单关的味道了。所以刚才这边决议是就是先。 先走过来，让你也没根据地，那你也得跑，那我们就在一起跑之类的。哦，那当然也是蛮复杂的，这个掌握度都很高。那黑棋这一手熟顶掉之后呢，就让白棋中间走的比较厚了。那这边走后之后，黑棋上面也相当然也相对薄，因为这边其实一直都有一些点的手段了、啊。啊，这边点完贴这个黑棋是气不够的，所以这边其实一直有点的情况下，那黑白那黑棋其实这个拆二也并不稳固。 那么，所以其实在我地角的时候，绝议也是推荐黑棋应该要去补上面的。那这个补呢，其实有一点双方势力消长的这么样一个味道，就是说我跳出去往中间走好了，那也补补强自己。那另一方面，也当然也是削弱你这块。所以这这步棋确实是相当大的哦。那黑棋跳到白棋当然可能就往中间再走。不过我可能也会下类似。 正一个自由，不过还是不要摆好了，反正就看决议变化，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好，那这边黑棋是比实地实战比较实地实地实地为主一点，就先把它围起来。那刚刚那边我有点紧啊，就时间有点紧，就去下这个。那这边决议好像是蛮建议白棋还是要去压这个这个头的啦。那黑棋如果不想被搬三十头跟着硬的话呢，那黑白棋就走两下。 哦，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中间彻底走好之后也有眼位，那整个起也厚，看起来是蛮蛮舒服的骑行。那我是往这边走啊，但是这样子走然后被他溜出来，有点两边稍微有点兄弟打架的感觉。实战这样就有点兄弟打架了。这边决议是建议我应该继续压过去，虽然说会被穿象眼，但是我们就在靠出而已。多了这手压了之后，可以看到这边的骑行是比较饱满一点，实在是被反压回去。 那就没有那么舒展了，嗯，这边哦，大概是这样，反正就是压完再靠出的一个思路。那我实际上是单跳，但是单跳完之后，其实这个骑行被扳完长过来，其实还是不太理想。当然实战后后来黑棋是没有走出来，但所以也就是表示说，白棋这边应该还要再加强一步哦。哦，那就是说刚才建议的这个压呢，应该还是要走完。再压的话，黑棋如果走这边，那我们。 呃，再再回去走，应该也还也还来得及。就是说，至少这边先压。实战的话，他这边应该搬完长过来了，这样子我这块要出逃就稍微苦一点了。刚才刚才压的这手棋，黑棋就不会再跟着这种，黑棋就不会跟着在这边搬，让你让你走出来了。黑棋这时候就是跳在外面，那白棋就只能走这种单关跳出去，就会比较苦一点了。 哦，所以黑棋这边应该是要长过来，去限制白棋眼位的。白棋这边就比较苦。嗯，那后面这边追究一下棋形啊。所以这边没走被白棋打到的话，看到胜率整个就已经飙上来了。哦，其实前面这边白棋胜率就上去了，只是好像中间我漏了。哦，反正前面也有讲过，然后我一两手没下好，稍微掉回去，现在整个胜率又回来了。所以现在是白棋相当不错。 那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嗯、呃，我实战这个冲，我想说冲完再冲一个，不过这边决议是建议我就直接二路一个飞就好了。那二路飞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是没往这想，我想说这边走肯定都是后手，我肯定可能大方向还是在左边。这样，他是他的图是把黑棋还有挡一下，但是我是觉得黑棋很有可能会抢这一步啊。哦 因为他飞完之后也白棋也是抢这一步、啊，那黑棋也很有可能在反抢这一步，是不是有可能？还是说这边是有一些挤断的棋啊？嗯、呃，好，哎，好像是有一些靠断的棋，是不是？啊、呃，这个这个意思有点看不太清楚，挤挤挤不断啊，是不是我下的太熟？我这个这样挤不断，靠断的话，啊，靠完连扳是不是？ 看完连班，他也可以从上面打过，这样子不是感觉就感觉没什么棋。就算能吃到这三个，好像也不是很大吧？哦，我觉得黑棋很有可能会抢一步，但是决议的思层有可能是，就算你黑棋抢一步，我还是可以再进来，也许是这个意思啦。哦，也许是这个意思，反正我还可以再进来。我这边就一个人而已，我我要处理难度不大哦，也是有可能。所以这一步根据地还有目数都相当的大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 啊，不过实战走成这样应该也还 OK。那不过实战这边我后来有点后悔，我去贴完断掉。但是这边决议也是推荐我应该去断两颗，其实跟我贴完断掉思路是差不多了。那黑棋这边如果穿出，他的意思也是说，那你就再处理而已，就难度不大。但是那也是因为决议他的这个自孤能力可以说是蛮好的、啊。那我们不见得。 所以，也许以比较人类的想法，就是说，哎，你这时候优势啊，你就你就稳一步，这样子，我们把它连连后应该也是蛮不错的一個,一个一个一个形式了啦。那将来还是有贴完断嘛，因为你连后了之后，这个贴完断也是有可能有先手位啦，它这一块也是不太舒服啊。那以后再来走，那贴完之后还是一样有靠断的棋，所以你这时候稳一步应该也是 OK 的啦，我是觉得。 啊，或者是呃这边点是不是也有可能？不过这个点就是这边还有反穿出，味道不是很好，那就算了。我觉得稳一步应该没什么大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或者说干脆直接拖先算了，我这边也先不下，那我就往这边补一下。哦，这一手棋好像也是大到不行的一个棋，好像也是非常巨大，那应该也是可以。 实战这边是走的有点乱了，但是决意是说你胜率都还是很高，只是有一些棋我下的棋形太凝重，像这边我就直接粘住有点太重，了，应该跳一个，跳一个的话明显棋形上就更有弹性的一个东西。哦，这样一跳，棋形就更更有嘛，而且连回家的路也更近了。我这粘的是有点凝重啊。 那后面的话看起来是还好哦，不过他这边说我这一手反击是有点没必要，我应该就挡回去就好了，挡回去，然后他搬我就挤一个。那对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反击的话，他这边，不过他断的这个变化，白棋打下面，白棋好像也有可能打上面吧？打上面是怎样？有点搞不太清楚。 还是他的意思是说，白棋如果打吃上面的话，黑棋这边多一些接应，可能对中间的这条龙是有影响，也许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这边给的变化是白棋打下面，那这样可能稍微没必要、啊，还是挡回去就好。不过实战是还好，也没什么问题，因为毕竟中间龙要吃吃我，应该难度还是太大。哦，他最后的最后给的变化是说。 白棋拐到这的时候，黑棋往这边点的话，它可能还有点机会。就是点的话呢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点。如果你白棋想要反击的话，那就相当于是说，呃，这边假设它熟着来好了，那就我们可以看到，为了这个白棋要吃到黑棋话，那黑棋在这附近是有很多的先手。比如说这边点的话，白棋就不敢粘嘛，这不然这边被断死。那也就是说，一开始如果白棋挡下来的话，那黑棋在这附近就有很多的先手。 那这样子可能对于中间这这条龙的安危是有一点点影响，或者这边夹啊什么的，所以也许是先点一个。你如果要为了木数吃下来的话，那呃黑棋可以利用这边来去狙击中间白棋这条龙，那可能黑棋还有机会哦。他的这边应该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他这边给的变化是白棋可能就不一定敢吃下去，我就粘住。那这样黑棋还有收控的可能吧？可能是这个意思。 那不过实战他是选择双方和平了、啊，那这样子应该目数就差距比较大，而且像他这种猴啊，也是明显棋性不好，因为这边没有没有走到气，那就像下面会被拖进去了嘛，那你要补当然也是补在这个位置嘛，这样子我拖进去就被被他吃了就不是气了，哦，或者是呃或者小尖明显应该也是可以吧，我说虎进去他还可以尖住啊，对啊，所以。 他这边都有，呃，棋形不够讲究。那像这边，他一个虎还、啊、明显留一个搬入啊，也明显也是粘比较好。那后面关子应该就还好。好，那这盘棋跟大家看到这边，最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。